这只角蛙已经半个月没有拉屎，今天换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它的嘴边有金黄色的东西，撬开它的嘴巴一看， Oh no， 它真香，哎呀，这下破案了，合着你在这自产自销呢？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手软，你这是在抢我铲屎官的饭碗，使劲给他做核酸就完事儿。